你们摇滚区的不会太冷静了吗？哎，他们都很冷静，没关系，我习惯了，我习惯了。没关系，海盗先收起来了，今天不适合放。没有，等一下放炸弹的。等一下放炸弹，我就不相信他们还能那么冷静。Two hands in your-